今日不是 Aaron Chan， 搖身一變 Aaron Can。大家好，我是 Aaron Can， 記住我是 Aaron Can。 今天很榮幸受到Concord 的邀請，就來參觀一個令到我都很驚訝的一個 floor plan， 還有全個大灣地區是不超過五個經紀可以進來這裡看的，所以我想希望透過這條影片第一時間帶給你們看。究竟這個 floor plan 有什麼這麼 surprise 到我呢？剛才我都叫自己做 Aaron Can，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我現在是誰的家裡，冇錯啦，就係 Barbie。Barbie 就係前排咧，我哋有套戲啱啱出咗啦，就帶起曬成個一啲著靚衫啊，一個好唔一樣嘅 lifestyle 嗰個熱潮嘅嗰個 Barbie 啦。咁究竟佢間屋係點嘅咧？一陣帶俾你睇。但頭先我同佢講到啦，我咁中意呢個 layout， 咁中意個 floor plan 嘅話，佢有啲乜嘢吸引我呢？空間感。入到嚟除咗樓底夠高之外咧，呢、這個如果我唔同你講嚇，你係冇一個可以估得到，其實佢實際面積係幾大嘅。呢度係一個唔夠600尺、580几尺嘅兩房兩廁嘅空間，但入到嚟咧，其實好坦白講，因為可能嗰啲窗啦，全部落地玻璃，仲有好大嘅窗咧，我入到嚟我係覺得係有700几、800尺嘅一個空間。OK， 呢個係空間好大，呢個單位其實非常適合咧自己上車盤，即係首次置業嗰啲，因為面積500尺、500几尺啦，600尺唔夠，代表總價咧亦都唔會好高。咁除咗自住之外，仲適合啲咩咧？投資啊！因為咧這個是一個兩房兩廁的單位的，即所以我用一個一房的價錢去收緊兩房的租金，邊個唔中意啊？嗱，講到呢度咧，我相信每一位嚇你都好好奇啦，究竟一個500几尺兩房兩廁的空間感係點咧？講多無謂，帶你睇下最實際。Let's go。入門口左手邊就是一個 closet， 旁邊咧有一個 washer and dryer， 而左手邊咧。冇錯，係一間房，同埋一個套房添。出到嚟咧，就係一個廚房啦，一個餐廳啦，仲可以擺個中島添呢度。廚房旁邊咧，有一個好大好大嘅 living room， 一個好大嘅客廳啦，可以掛牆啦，電視亦都可以擺個好大嘅 sofa 喺度。睇電視之餘，亦都可以睇住個靚景。在個景的旁邊就是一個主人房，亦都是一個套房嚟噶。住喺呢度咧，除咗可以享受著名發展商 Concord Pacific 帶俾你信心嘅保證之外，仲可以享受到咧頂級嚇酒店式公寓嘅公共設施添。如果你想要一個樓盤咧，有齊曬最核心嘅地段、優質嘅發展商，同埋回報率最高嘅 floor plan 嘅話，記得聯絡我啦。我有好多獨家資料俾你哋嘅。而家唔講咁多啦，我約咗阿 Ken 同埋 Barbie 去飲 high tea， 下次見。